在江苏无锡发现一家土耳其餐厅，颜值超级高，小姐姐都爱去。进门我们先对暗号。这是清真的吗？啊，对。那清真标准呢？看到楼上这个有使用痕迹的礼拜坛，一下就放心了。这家的装修环境超级小清新，无锡的漂亮小姐姐应该都会来这儿打卡。你看这花环沙拉，这颜值太高了，草莓奶昔满满的少女心，奶油蘑菇意面，这个我老婆直接吃了两份，她说特别好吃。烤肉拼盘，除了那个牛肉不怎么样，其他的烤得非常正，有点超出我的预期了。再来热量炸弹牛肉披萨，还有这个 Kofta 汉堡，土耳其传统美食结合这种西式的汉堡，挺不错的。我们三大两小消费614，饮品点的有点多，出来就是一条超级有感觉的街。我也不知道这里叫什么名字，应该是个景区。如果你正好路过无锡，你可以来这家吃饭，吃完之后在外面逛一圈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